你睇紧嘅系《激击派》频道。《稻香》呢一首歌咧，其實就相當之簡單，佢不斷重複咁玩大概四五個 chord 啦。OK， 咁相當之簡單。OK， 第一個 chord 咧，我哋玩咧就玩個 A sus two 其實 A chord 都可以嘅。sus two 嘅意思即係咧 A 縮無名指，淨係玩呢首啫啦。OK， 咁如果唔識撳其他 chord 咧，可以睇翻我另一個教啲基本 chord 嘅片段，咁你就可以教撳啲基本呢啲 chord 嘅啦。OK， 好 A sus two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試下玩個線咧，就係玩個五 ，OK， 五四，然後二三一齊落，五四二三 ，OK， 五四二三，跟住到 E chord 啦，都係五四二三 ，OK， 或者玩六四二三都得嘅 ，OK， 今日就咁樣咯喎 ，OK， 全部都係玩。四二三或者六四二三，即系 baseline 二三 ，baseline 二三 ，OK 明白 ？OK， 我睇一次嘅玩法咯。然后 F minor， 然后 C sharp minor， 呢啲叫 bar chord。如果 bar chord 唔识咁咧，睇翻我技巧，即系教我技巧教学嗰个清单嗰度咧，有一个叫教 bar chord 嘅。OK，F sharp minor 喺边度啊？第六线第二格。要中指嘅 ，OK，C sharp minor 又系第五线第四格要中指嘅，五线系要中指嘅 ，OK， 然后 B minor 就系第五线第二格，跟住去翻 E， 我哋加埋全部个 pattern 都系咁啦，OK， 咁听听个 intro 先啊。原來咧佢有少少嘅變化嘅喎，佢喺 A chord 度咧，我哋可以玩多少少嘅技巧。喺個 A chord 度，縮無名指第二線，今日就咁啦。One two three and， OK， one two three and， 或者 one and two and， OK， 明白。好啦，去到入去唱嗰度咧，其實都冇變過，即效果都係一樣嘅。首歌都是这样，所以相当之简单，所以这首歌 OK， 在练熟的 bar chord 它就 OK 了，就平时这个 F sharp 呢去 C sharp 买去 C sharp 买在这里很快接下去 OK， 再试试先，没什么特别，都是这个 pattern， 不明白再问我。